酸的。嗯，我没有吃过像这种造型的面包哎。嗯，而且它里面内馅好像还蛮特别的。是韩国一种特别的面粉，它可能是有很多个面粉组成的，可是因为台湾是没有那一种面粉的嘛，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很直观的去制作这个面包。我们这里有地瓜跟马铃薯，然后我们有时候还会出南瓜跟大蒜这样，然后我们地瓜、马铃薯跟南瓜使用的面皮都是同一个，里面的内馅就是符合它的外观，地瓜的话里面就是地瓜，然后马铃薯里面就是马铃薯 cheese，然后南瓜里面就是南瓜乳酪这样。我们出炉，每天11点跟3点会出炉。